今儿个再玩一个猜猜谁打了你的游戏。啊，这个游戏我知道，主要是考验我的听声辨位嘞。没错，只要你能猜出来谁打了你，下一个就是挨打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开始吧。东东，肯定是你下的那么重。错了。对吗？继续。东东打嘞。这不是，又错了。啊？我的耳朵有毛病了吗？没没听见，是从这来的呀。东东打嘞，肯定是你。娃娃真不是我。哎，你别再给东东过不去了，换个人猜哈。我听声音都从这个来了。俺妈打嘞。哎呦我的妈！是我。啊？那我都不信了，再来。胖丫。对对。咋不对？真不对。我一定谁拿着棒子就是谁打的啊。我没看见谁拿棒子，我听见声音是从哪来的。再来。东东。对了。还想瞎胖丫从我这个打的。哎，被你猜到了，该我挨打了。终于猜对一次了，东东。能看见不？看不见。那俺开始了啊！好嘞。啊啊！好疼啊！死也死也！耶，还换位置了。小倩。啊！咋猜对的？刚才你打的节奏也能打的准。啊！你打我，你打的我。该做的该做。给。恁打轻的啊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没带好嘞。嗯，好了，开始了啊！胖丫，对不对？那继续吧。俺妈吗？你确定是我打的？我。确定吧。儿子，感谢了。确定了。俺开始啦！好好。缓缓。错了。继续吧。好吧。东东。还没开始就开始打，别打吧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开始啦！好嘞！华华，不是我，嘿，逗着你，我看见了，这有分儿。你给他发脑不算。那光光再来一局。好。Hehehehe